病史太多，取消上海行程，暖男池昌旭，我哋会再见噶。琴日夜晚，池昌旭本来应该出席上海嘅活动嘅，但系佢临时决定唔出席啊。点解？咪就因为粉丝太多咯，为咗粉丝安全着想，只可以临时取消行程啦。池昌旭拍完电视剧《Hila》之后，人气爆灯，瞬间变成大势暖男啊！前日池昌旭仲满心欢喜咁样喺仁川出发去上海，出发前一晚佢仲喺微博上传自拍话：听日一早终于可以去上海啦，大家听日见啦，好兴奋啊！点都估唔到人气太旺，搞到出席唔到活动，池昌旭都觉得好可惜噶，所以喺微博同 Instagram 都上传咗相。连池昌旭嘅造型师都忍唔住话：池昌旭一早已经准备好，但系实在太可惜啦。不过池昌旭上传呢四张相一定唔够满足粉丝啦，所以佢又上传咗一段自拍，话好挂住你哋，但系为咗安全，我哋都系之后先再见啦。今日池昌旭翻韩国啦，粉丝为咗再见佢一面，逼到人山人海。池昌旭嘅人气真系唔系讲笑噶。其实池昌旭都是为了大家安全着想，如果一个不好彩发生上海外滩垂直倒数人踩人事件就不好了，上海的粉丝学下了。Facebook 快点 download 了。